Oh my god！ 我为什么会这样选？走吧，走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孙盛熙，今天来接受 L 的即兴哼歌大挑战。有点紧张哎，大家进度跟绕公园还有酒吧好了，直接开始吗？好。我的搬家进度还在七八十趴，所以我不想待在家，而是绕公园，然后去了酒吧，成为了我的触摸地带。我们走吧，酒吧，我们。走吧，走吧。哎，这个是工作人员给的一个 hint， 好厉害哦！因为我通常就是很不会写副歌，就熬很久才会有一个好的副歌。你要跟我一起写歌吗？触摸地带其实很多的灵感是来自于公园跟酒吧，就是累积情绪的地方。对，所以其实是蛮重要的两个地方。想见你，跟潜伏期。然后好想结婚，好难哦。想见你，想见你，想见你的心情，让我变成了潜伏期。好想结婚，我想结婚，不知道，我放弃了，我不结婚，我要结婚，我要结婚。好，刚刚那首歌的结尾哦。好想跟你结婚，想见你，想见你，想你想到我生病，成为我的潜伏期。好想结婚，想结婚，跟你想结婚，我们结婚。打疫苗，社交距离，陪我跑。Oh my god！ 我为什么会这样选？大家最近很辛苦，但是饭还是要吃，因为陪我跑。就算你打疫苗。也是要保持社交距离，因为我们还是要小心。最后，我觉得大家都要保持健康。然后，我最近决定成为一个开心的人，所以我觉得大家也可以选择当一个开心的人。我是不是不会用啊？我可以带回家练习吗？下次发表。